胞们、朋友们，一拳守门户，两史报岁华。在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到来之际，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，向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和曼尼托巴省工作、生活和学习的广大侨胞、中资机构人员、留学生和社会各界朋友，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的新春祝福。刚刚过去的2018年，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，也是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5周年。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，中国顺应世界发展大势，坚定改革开放步伐，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。2018年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0.03万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6.6%，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30.5万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9.7%，新增就业1361万人，连续6年保持新增就业1300万人以上，贫困人口减少1000万，连续6年完成1000万减贫任务。2018年，领区内的广大侨胞、中资机构人员和留学生，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、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，在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，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，并为拓展领区对华友好关系做出很多新的贡献。我对大家的辛勤努力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。2019年，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，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，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。在新的一年里，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愿与领区各界人士携手努力，推动领区对华友好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成绩。我们也将继续践行以人为本、外交为民的理念，为领区内中国公民和机构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。最后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、工作顺利、阖家幸福、万事如意。谢谢大家。